大家好，我是阿赫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很喜欢吃水果，今天天气特别热，所以吃水果是一个好主意。首先我们要去买水果，可是水果那么丰富，你们已经知道各种水果的名称了吗？买水果的时候怎么跟中国人沟通呢？那请你们跟我一起去买水果吧。啊，对了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订阅吧，谢谢。各种水果的名称。苹果，苹果，橘子，橘子，草莓，草莓，葡萄，葡萄，香蕉，香蕉，西瓜，西瓜。梨，梨，桃子，桃子，橙子，橙子，三石榴，三石榴，芭乐，芭乐，榴莲，榴莲。番荔枝，番荔枝，人心果，人心果，芒果，芒果，李子，李子，桂圆，桂圆，龙眼，龙眼。鳄梨，鳄梨，樱桃，樱桃，柿子，柿子，木瓜，木瓜，火龙果，火龙果，荔枝，荔枝。哈密瓜，哈密瓜，红毛丹，红毛丹，山竹果，山竹果，菠萝蜜，菠萝蜜，菠萝，菠萝，石榴，石榴。柚子，柚子，番茄，番茄，甘蔗，甘蔗，柠檬，柠檬，苦瓜，苦瓜，洋葱。洋葱，玉米，玉米。买水果时的绘画。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苹果。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樱桃。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香蕉。你要买什么？
我要买山竹果。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梨。老板，橘子一斤多少钱？八块。老板，柿子一斤多少钱？七块五。老板，荔枝一斤多少钱？十二块三。老板，榴莲一斤多少钱？二十五块。老板，西瓜一斤多少钱？六块五。橙子你要多少？我要两斤。菠萝蜜你要多少？我要一个。哈密瓜你要多少？我要两个。草莓你要多少？我要一公斤。芭乐你要多少？我要四斤。桃子有打折吗？有，打九折。红毛丹有打折吗？有，打八折。火龙果有打折吗？有，打五折。这里有刷卡机吗？这里有刷卡机吗？你要刷卡还是付现金？你要刷卡还是付现金？